OK, good thing. 怎么样，猪猪？有把我拍得美吗？当然有啦。猪猪，现在轮到我替你拍啦。好。哎呀，猪猪，过去一点啦，再过去一点，一点点。你到底要我去哪里？啊 ，OK，OK，OK， stop。哎，猪猪，有蜘蛛网和问题卡在你后面哎。哦，原来网友花花想知道为什么仙人掌有那么多刺。网友的问题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想在这里一定可以找到达人解答网友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去找达人吧。好，那我们完成任务后再继续拍吧。OK， 走。为什么仙人掌那么多刺呢？没想到这花圃还蛮大的哎。是啊，都走了那么多圈了，都还没看到一个人。哎，猪猪，这风景不错，等一下我们到这拍照好不好？哎呦，先找到达人解答问题再说吧。哎呀，放心，我的预感告诉我，达人很快就会出现了。嗨，小朋友。猪猪，怎么样？我的预感准吧？先生你好，请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是的。蔡先生你好，我是滋滋，他是猪猪，我们是蜘蛛侠。请问您这儿有没有仙人掌呢？有啊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关于仙人掌的问题想要请教你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有网友想知道为什么仙人掌有那么多刺呢？让我来解答吧。仙人掌是多刺多肉的植物，一般生长在干旱地区。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，仙人掌会尽量扩大吸收水分的面积，增加蓄水量，同时也会缩小蒸散的面积，减少水分的散失。因此，仙人掌的茎会变成肉质，方便储藏大量的水分，而它的叶子也会慢慢的退化，变成针状或刺状，以减少水分的流失。此外，仙人掌身上的刺也能保护自己，防止被动物吞食。这就是为什么仙人掌长刺的原因了。哦，原来仙人掌长那么多刺是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。对，这些刺是由叶子经过漫长的退化而形成的，这样能够避免水分大量流失。而且这些刺也能保护仙人掌，让仙人掌避免被小动物吞食。哎，猪猪，你看这些刺短短细细的，多么可爱呀！才不呢，这些刺细细尖尖的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刺伤别人。哎，猪猪，你说万一仙人掌的刺全都断光了，它会死吗？尽管仙人掌的刺断了，它也不会死，因为仙人掌是靠它的茎进行光合作用的。仙人掌的刺是退化的叶子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防止水分流失和保护自己。如果硬把仙人掌的刺弄断，就会影响它的蓄水和生长的能力。光秃秃没有刺的仙人掌，外观也受影响，看起来不漂亮。虽然说仙人掌它的刺断了，它也不会死，可是会影响吸水和生长的能力哦。对啊，而且光秃秃的仙人掌一点也不美，我还是觉得有刺的仙人掌比较可爱啦。仙人掌啊仙人掌，你的刺细细短短的，很好摸，而且好可爱哦。滋滋啊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到那边去拍照吗？对啊，刚才我看到那边的风景很美丽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拍照啦，哈，走啦走啦，走走走。猪猪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脸颊上，然后身体弯一点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再弯一点点啦。是这样吗？嗯，对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再来一下啊！哎呦，滋滋，换别的啦！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 pose， 很慢啊。不如我们用一些道具一起来拍。
Good idea. 怎么样？拍得灵吗？有仙人掌的道具，拍出来效果肯定很好啦。哇哇，这些都是仙人掌吗？好漂亮哦！应该是不同品种的吧？你看，它们的外形都不一样哎。这些到底是什么品种的仙人掌呢？仙人掌到底又有多少种呢？哎呀，这次别想了，我们去问蔡先生吧。仙人掌有多少种类呢？要在这么大的花圃找人还真不容易啊！所以我决定不在这里找了，走，我们去办公室。哈？难道你知道蔡先生这个时候会在办公室里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我也只是去碰碰运气而已。走吧，走吧。哇，猪猪，你好厉害哦！蔡先生果然在这里。蔡先生，我们又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想知道仙人掌到底有多少种类呢？让我来解答吧。仙人掌的种类很多，大约有2000种。仙人掌有不同的形状，比如生长在雨量少的干旱区。或高山地区，一般茎部会是圆柱形、球形或团伞形。生长在高温潮湿的地区，仙人掌的茎身会变成条状、棒状或叶状，这都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环境而进化出来的品种。一般仙人掌的品种包括团伞形仙人掌、柱形仙人掌、球形仙人掌、强刺形仙人掌、有斑纹仙人掌等等，还有一些会开花的品种，如蟹爪仙人掌、金虎仙人球等等。哇，原来仙人掌的品种有2000多种，那么多不同品种的仙人掌颜色和形状也不同哦。对啊，有球形的、圆柱形的、团扇形的、斑纹的，甚至是会开花的仙人掌等等。哎，猪猪，那是仙人掌吗？应该是吧。蔡先生说，放在这里的都是仙人掌。这仙人掌长得好像芦荟哦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呢？啊，吃仙人掌？滋滋，你有这么饿吗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只是听说过仙人掌是可以食用的，我想知道仙人掌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呢？不是所有品种的仙人掌都能吃，在2000多种仙人掌当中，大约只有几十种仙人掌能够食用。我们可以用仙人掌的肉质茎当蔬菜吃，或搭配一些肉类一起煮来吃。仙人掌的果实可当水果来吃，或是用来做成 ice cream、果汁等等。仙人掌含有丰富的钾、钙、铁、铜，能有效帮助降低血糖、血脂和胆固醇。此外，仙人掌还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的作用。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，原来不是所有的仙人掌都能吃。蔡先生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呢。我也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仙人掌可以当成蔬菜来煮，它的果实也可以制成冰激凌或者是果汁。最意想不到的是，仙人掌的营养价值还蛮高的呢，不但能够帮助降血糖、血脂和胆固醇，还能够帮助清热解毒呢。姿姿啊，不如我们来逐一拍一下这些仙人掌留念吧。不如我们来张自拍吧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是时候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杰作喽。好啊，我想看看我们拍的怎样。哇，滋滋，你的拍照技术好差，这张拍的我好难看。你还敢说我？你看，这张也不是拍的我很丑。哎，这是角度问题，不是我的技术问题啊。那为什么你又不找一些美的角度去拍呢？
哎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这张啊，这么难看，这么难看，你看，这么胖，哈，这么胖，这么胖，你看，你看，迪丽，快点迪丽，你迪丽我的，迪丽我的，你迪丽我的心。分享重要讯息时间到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养殖仙人掌的方法。仙人掌可说是非常容易照护的室内植物，因为它耐旱耐干，不需要太多水分，所以仙人掌不必天天浇水，大约3至5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。浇水时不要把水直接淋在仙人掌上，要浇在土壤内就好，也不需要天天施肥，一个月施肥一次就够了。记得仙人掌要放在有阳光照射的地方，例如明亮的窗台前，但是得注意哦，不要让仙人掌受到强烈阳光直接照射，那会影响它的发育。重要讯息分享完毕。